而你这个性也不是很长久。锤，你若战，我便战。你若战，我便战。谢谢水爱护动物。哎呀，我这饭吃一半，我没吃完呢。再不打完，我得吃点饭了。来吧。哎，你都百度百科了？早就有了。一上来平 A A 加 W 想敲，想敲我 Q 一下。对不起，打不过，走呗，这个走呗。啊，注意很细节，如果这个扣中了，我们将再扫一管血，这波我没有带那个血瓶，跟他这么耗其实是不太合适的，刚才我们这波打呀确实是有点二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不打了，我说停停，要射我，哎，要射我走位，他切锤形态不用怕，他不敢锤。哎呀，艾克来了啊，来勾引一波。A 接 W 溜，他没点盐，不用怕。E A Q， 抢我人头，怕给我点赞。蓝脸汉是什么水平？高玩水平。这把我们分析对面的阵容啊，以分析我们出什么装备。你看，中路亚索，上路杰斯，打野凯隐，辅助酒桶 AD 卢仙，这把非常适合三项之力。因为对面都比较的脆，这凯隐可能还是个蓝凯，蓝就蓝吧。 EAQW 走，他要敲我，但是他没敲到 Q 一下，往他前面走啊，这边如果能遇到他就死。 EA 再 A 平 A 接个致命点盐吧。哎呀，这 Q 没 Q 到他，好快，跑得有点快。我刚才最后一个 Q， 我害怕不 A 他一下死不了。应该早点 Q 好了，早点 Q 即使我点盐也行。运气不错，他正好的那个换形态好了。你小子 WAQ 平 A 转起来， A 接一个 Q 再转，
游戏结束，我们无敌了。日炎猴能玩不？不太能。他不是一个基础伤害特别高的英雄，日炎没有伤害。这怎么把亚索换上来了？那亚索不崩了吗？你们用一个崩的人跟一个崩的人换，那得到的一定是崩的人。对，你出日炎，你打蓝都打没了，你都打不死人。亚索比杰斯值钱，那确实。我的索哥，你跑的是真快 ，E A Q 再 A 再 A A A W A A 接一个 O。亚索流泪了，流泪了。没事啊，无所谓。虽然我们掉了很多血，但是无所谓。哎呀，这双马不要了！完了，坏了！先杀个亚索啊 ，EQR 往他下边走 ，WAQ 再转，不要往他上面走，上面走他直接就一走了。亚索上当了，本来人家一杠二，上来两趟一杠四了。你说如果你一开始没太崩，然后你跟队友一换，本来你队友崩的，然后你一换你也崩了，你说你会不会去就是去说这个队友咋咋地的？会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？哎，就给他剩一丝血。这波好像要跟我干一波呀！我一瞅这索哥 ，W 一搜，哎，生气跳弹，骗了个点炎，可以啊，威将。来个三项，水银鞋、布甲还。这把可以出破败流，跑得快，不是跑得快呀，攻速快。死亡之舞加破败，加个九头蛇，死亡之舞破败九头蛇加一手。血色之印，血魔流。啊！怎么才二杠十三了？你都这队友一下都不死，太猛了。他们家也就下路还行点，打野也不行，打野也被我们家打野压制的够呛。不给你来个无影棍儿，走呗。你可能以为我不敢杀你 ，EAQ 转起来 ，WA， 一定要记得在他屁股后边转，即使他交闪，我们依然能跟闪。
哎，这 R 怎么取消不了啊？你一个二五了。本来你们俩可以只崩一个，但是现在不用了，现在得崩俩了。走位，那掉血吗？你六级找我十一级打，兄弟，记住 A 一 Q， 我本来想说记住 A Q E 的走位。平 A 平 A 吸血走呗，吸血吸血吸血 E 攻速快，那个辅助酒桶有伤害吗？我俩花里胡哨，一 A， 哎。两个崩的人要杀我一个无敌的人，兄弟，我说实话，你俩有点放肆了。A Q E A 再 A W 溜，闪现走，先别急。我的天哪！两个闪现，我没想到啊！我先来个破败。这就叫两个臭皮匠，他顶个诸葛亮。我应该玩他们一波，在他没掏我点烟之前，我应该在这儿闪，直接闪进这个草丛里边，让他以为我往那个上面闪了。给个红兄弟，点赞，谢谢你的红，我不会拿你石头人，你放心，我这个人做事是有原则的。说要 buff 就只要 buff， 别人肯定，别的我肯定不要。吹波 Q， 亚索值钱了，就这还出绿叉呢？你不赶紧出个盾弓？那绿叉老脆了。不过绿叉玩起来确实是比较飘逸，比较爽。下路一塔还没掉呢。看咱这双 buff 是不想要了是吧？嗯，我看咱这双 buff 确实是不想要了。我一看这人啊，就是双 buff 这不想要了，这是。A Q 转起来 ，Q 一下 ，A 一下 ，E 一下 ，A 一下，平 A 平 A 接 Q 再 A， 我那一个 Q Q 了那酒桶半管子血。你吹波 Q， 我也得来波吹波 Q。我得来一波吹一波扣，高地我们给他留着，啊，一会儿让他们看看什么叫血魔流。什么时候无敌？已经无敌了，晚豪也无敌了，这晚豪也两件套，这晚豪，哎呦这晚豪，晚豪犯病了，唯独我们这一把没有杀过这卢仙。
找到他。嗯，找到的路线。好炸 ！A two A two。啤酒人救人心切呀、啊！直接打不了，应该能打死。可以，起飞，没转起来，走呗。Q 一下，哎，啤酒人先杀这亚索啊，再杀啤酒人，啤酒人被爆飞了 ，A Q， 哎呀，疼啊！兄弟们，差不多了，拆了，拆了，拆了。开人怎么回事？我有吸血的兄弟，他没有收集者还好，他要有收集者我就被斩了。呀，亚索 EAW 呀，你看有的时候吧，我自己都说了我要放 W 一闪。没见过一闪吧？一闪等于打断自己的E，让自己的E没有伤害。